有人喝饮料吗？这才是藏民应该有的歌声。Sweetheart， 来吧 ，Cheers， 我们 Cheers， 哦 ，Cheers， 味道还可以。其实当艺人之后，在这个环境其实很少的机会可以来，一定会很拘束嘛，很拘束。然后你可能做的可能有不是这种环境可以正大光明的来，对，你去哪个酒吧拍出来放到网上都是事儿，都很奇怪。然后那个标题谁谁谁晚上出现在夜店，他不回家在夜店喝酒，然后身边正好有一个女性朋友叫 Steve， 这多正大光明啊！对，我就在泡吧，怎么地了？我就是在酒吧泡吧，怎么地了？满足了我没有泡过吧的愿望，也太安全了吧！什么什么的，过了，往回收一点，过了，收掉这么东西，好特别的感觉，真的好特别。云南是一个特别有魅力，也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地方。当你聚在这里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个像朋友一样。对，其实很多时候，人跟人之间传递感情是需要环境的，对，非常。就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很自然你就会把心打开。我们现在看周围，有很多人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。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未必很熟，你可能就见一次面两次面，可是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你会肆无忌惮，你就放松。而且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其实很容易分辨出他是不是你要交的朋友。我也是，我老婆也是。其实交了很多朋友，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，啊，是因为他给你那个环境，让大家接触，对，而且给你那个环境，让大家沟通，让你把心打开，然后聊天。对，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欠缺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别看这个节目录的时候天天见，回头你看我跟龙哥，你可能会隔好几年都见不到面。包括我们的工作，很多时候是离得很远的，就没有那个环境和没有环境，所以我们非常珍惜每一次有机会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来，哥，你来唱。好，你唱。老师，我们可以唱歌吗？夜空中最亮的星怎么样？好啊。这是要不要降调？还是就原调是什么调？你老师你弹一下，我听听。我不一定上去是吧？嗯，我听一下。Oh wow, OK, you go。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最亮的星。少年变成爸爸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过程。没有了，龙哥，那时候我是真的懵懂少年，你我已经相对成熟了。
龙哥，龙哥，来一首吧，来一个啊！龙哥已经成，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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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哥来一个，我不行了，龙哥你要唱我就给你伴舞，豆豆哥给你伴舞，我给你伴舞好不好？来一个龙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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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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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